社会去担当，去承担，为我们一切有缘的同学们去分享、付出与承担。好，写好的同学呢，可以写上你们的地址、姓名、性别和年龄，因为我们将承载着你们的梦想一起去启航，所以这一份的梦想我们会共赞国情，长期的为大家来祝福与祝愿，我们共同来完成这一份的梦想。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好，没关系，此时此刻，如果大家觉得心里很难受，有很多的委屈，没有关系，可以发泄出来。我们在佛力的加持下，在这么殊胜的因缘，把我们过往的这些所有的不开心，通通交给我们的大悲慈父阿弥陀佛。好，我们最后五分钟。都写好了吗？写好了是吧？好，写好了要郑重的写上你们的地址、姓名、性别和年龄。啊，我们佛堂呢将会香港禅寺将会承载着我们各位同学的梦想，我们一起起航，一起来祝福和圆满我们这一生的伟大的梦想。写好的来交给我们的义工老师，然后交给我。休息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义工老师，然后交到我这边来。大部分都写完了是吧？非常的感恩你们哈，载着你们满满的爱心和满满的梦想，我们一起来起航我们最初的梦想，好不好？好。那么这一次的梦想，为什么我今天会用这个纸的颜色吗？绿色代表什么？代表的希望，我们年轻人代表的祖国的什么？未来。祖国的未来。所以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好大。好大好大。对，就是我们的心量有多大，我们的梦想有多大，那么我们的福报将来就会有多大，对不对？
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有多大的福报，因为我们都要什么成家立业，所以我们要从当下开始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去累积资粮。这不是我说的哈，是我们今天早晨谁啊大树老师说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后面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参天大树，对不对？啊，讲到大树，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大树的原理。哎，这个呢，我们等一下还带去大树的原理哈，因为我这里收到了一张纸条。啊，各位，待会我们这位同修呢，我们一起来给他念佛哈。大树有谁去知道大树整个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它象征着什么？一棵树为什么能够长得参天大树？它的根扎得深，它的土壤肥沃。那从孝的上面来讲，它的根部代表着什么？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祖先。大家承认有自己的老祖宗吗？承认有祖宗吗？有老祖宗哈，因为我们在开生命关怀课程的时候，有的人他不承认自己的老祖宗，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他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哎，三天以后他才知道，哦，我原来是有老祖宗的。所以这棵树其实树根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就是我们的祖宗。那我们的祖宗如果他们的德厚重，他们的土壤肥沃，那他的这个子孙后代是不是会更加的兴旺？也就是说，他的根扎得越深，他的土壤越肥沃，那么他的树干就会越来越粗壮，它的树枝树叶会枝繁叶茂，认同吗？认同哈。所以你们今天种下的这一个梦想，发起了观世音菩萨的愿，无论梦想有多大，是大是小，那都是你的一个发心，为自己，为祖国，为我们的家族，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发起了这一个的伟大的梦想。要不要感恩一下我们的老祖宗和感恩我们自己？点赞，哎，好好的感恩一下自己哈，然后也借我们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老祖宗们，好不好？给自己一个拥抱。哎，感恩您啊，感恩我们所有的家庭眷属给了我们这个的机会来到了这个地方啊。好，现在来，我们还是拉开窗帘，透进我们明媚的阳光来。接下来下面的这个分享，啊，那我们刚才呢写下了我们最初的一个梦想，最初的梦想呢，我们将给它供在那个地方啊。那我们要从今天的这个分享主题呢，就是从关爱生命的角度来阐述如何坚守我们最初的梦想。因为慧宏是做生命关怀，也是做临终关怀。那有很多人呢，其实一走到我们的办公室，在那个观音殿旁边，大家这两天应该走过去也有看到啊，生命关怀。然后如果有走到这个三门殿外面，就看到生命关怀江海禅师归应生命关怀的那个车辆也停在那个地方。哎，我们很多的人，包括我们这里面的义工同修们啊，一走到观音殿门口，看到生命关怀几个字就没敢进去，知道为什么吗？恐惧。其实真的，这个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们有义工同修哈，非常的粗大来参加我们生命关怀的课程。那么他在没有参加这个课程之前，他是看到那个地方，他压根就不过去，
他说他一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别人就说，那里不能去，那是死人的地方。他分享出来了，后来当他参加完生命关怀的课程，他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解，什么是生命，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存在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知道了之后，然后他把这个分享出来，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恐怖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大家呢，不要对生命关怀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我相信大家很多的这个大学里面也已经在开始设立了什么生命教育这个课程了，对吧？生命教育它不是说到了临终的那一刻他才要去学习生命关怀。其实有一个观念，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临终？大家认同吗？生命在于什么？生命在于运动，对，越运动我们的身体就越健康，我们越健康我们就越长寿，也没有错。但是从本质上面来讲叫什么？一口气上不来，命就没有了。所以生命叫在呼吸之间，一呼一吸之间。我们能保证我当下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保证我当下站在这个地方？一会儿如果说血压偏低或者偏高的时候起不来，我们当下是不是就是临终？大家认可吗？因为生命就是在于呼吸之中，如果一口气上不来我们就起不来。为什么很多的人他睡觉睡下去好好的，年纪轻轻的第二天早晨醒不来？为什么吗？因为气没了嘛，对不对？所以临终，所以呢，大家对生命关怀呢，就不要有这样子的。我们生命关怀和生命教育系列的这一个上面，它本身我们这次来学习，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成长。大家认同吗？就是对生命的一种成长。如果你不愿意对生命有成长，你不愿意去学这个的时候，是不是该倒闭？就是成长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不用去恐惧这个生命哈，所以我们从生命关怀的这个关爱生命的这个角度来坚守我们这个的。那最初的梦想，也就是一个人在这期生命当中的一个愿，这个愿即是人生的定位。因为现在你们还年轻，对不对？有的应该来讲，我今天早晨在这里，有的还没有上大学是吧？还没上大学哈，还未来即将走进大学的校门，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能够接触到这个的时候，那其实就立下了你们这一生的一个定位。我未来我这条路要怎么走，我们就朝着这一个的定位，然后一路走下去。好，那我们现在就从定位、信仰和价值来分享我们三个的。好，我简单的说哈，我想中间还让大家要休息一会儿，我这太累了是吧？定位，来，我们听了这三天的课，大家谁愿意上来分享一下什么是人生的定位？来。笑的那位同学来，再来分享一下什么是定位。不过我们还是要给他一声掌声哈，因为他的笑声暖暖，给我们带来了阳光，对不对？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啊！每天要活在这个开心当中哈。定位与价值，信仰我这里不展开，因为信仰今天大家能够走进三宝之地，来到这个地方，证明大家是不是都有信仰？有没有信仰？有。如果没有信仰，你不会来吃这时间的素斋，因为这根斋饭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吃得上的。大家知道寺院里面的饭是什么？十方供养，来自于十方的，所以这个是要无大无大的大大大大福报的人，他才能吃上这口饭。所以大家一定是有信仰的。那么这几天我也在观
观察同学们什么？哎，一看到的时候啊，他能够双手合十，这是非常的好。知道什么是合十吗？爸爸加妈妈就是合十，就很好理解，对不对啊？左手加右手，哎，合起来就是一家人啊，可以合十。哎，大家也在合十，对吧？这就是有已经是有信仰的，对不对？所以信仰，那我们讲到这个定位。定位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一点叫什么，我们什么把今天把我们这一次的就把我们这一生的这个愿给它写下来，那么我们朝着这个愿就一路去做就好了。好，价值里面我们讲一讲哈，哎，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分享一下哈，怎么样去实现自我的一个价值啊。早上我听到那个大树老师在分享的什么，有一个宁波的他的一个朋友，对吧，到那个香港去买那个 LV 的包，是吧，一下子买了多少，十几个，那个表几万的也是的嘛，几块的表去买，对不对，是很名贵，名贵不名贵，但是它的价值在哪里？还有一个包听说买了60万，对吧，它的价值在哪里？那我们有的有些老板买一双皮鞋2000块钱，他把它定位定在哪里？金钱档次，是吧，啊，他的这个定位就像有些老板里面，哎，出去买一双皮鞋2000块钱，走在那里空空空空。那如果今天把这个2000块钱拿去做一个认助，把这个2000块钱给了你，你开心吗？开心，这个人给了我2000块钱，可是他花了2000块钱去买了那双鞋子，在哪里？被踩在了脚下，有价值吗？有。这还有价值，已经被踩在了脚下，爱慕的不休。已经被踩在了脚下，没有价值了，对不对？这就是他定位没有定清楚，10块钱也能穿，20块钱也能穿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定位要定清楚之后，才能去实现你人生的价值。如果用这样子，我们哎几万块钱去买一个 LV 的包，挂在身上，很多人根本不认识那个商标。你觉得有价值吗？但是当你1万、2万、60万的钱，你给它啪放在那个地方，放在一个福利院，放在一个敬老院去的时候，送给他的60万的时候，是不是实现了他那60万的价值？认同吗？你用60万去买了那一个包，然后你送到那个敬老院里面去的时候，告诉那个院长，我把60万，我把这个包送给敬老院，实现了它的价值没有？有没有价值？那那双皮鞋2000块钱踩在脚底下有没有价值？实现不了它应有的价值，认同吗？所以人生的定位非常的重要，要不要实现你这个价值，就是我们的定位一定要明确啊，不要花60万买一个包去送给别人，哎，别人还不领你的情。如果你今天拿了60万去送给他的时候，哇，把他给开心的，这人生大棒。这就是定位与价值。啊，我们可以什么以点带面，自己去思考我们对这一期人生的一个定位和价值。好，休息15分钟，回来我们精彩继续。阿弥陀佛。